带你们到宠物市场看看。这得有我的狗是吧？这有我咋生那么像？那狗体型大。我生啥子？这样不好看，你把耳朵给他弄一下。好家伙，好像正常了。哎呀，真丑！咋了？他不是咋了？我看这个近不近？这一窝有多少天了？站几天？你算了多少天？比这样好看。十六号下的狗不到四十天，太小了，你拿来太早了，你这挣钱挣的有点太积极了，你最起码得四十多天才能卖，像这样白的能卖多少钱？130，那太贵了，我跟你说现在白的没那个行情，白的月几百块钱，说实话。我上回卖都一天二卖了，还不跟这个皮相玩了。你发现它第一个天数小，而且你得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卖的话也不能卖那么贵。实在有嘴的多少钱？便宜吗？太高了，七八百差不多了，我感觉。七八百。七八百是个价吧？少是少的，但是它值这个价。我看这几个黄的，哎，这个嘴太黑了，脸也太黑了，像这样的卖多少钱？这个能翻过来了。你翻不太好翻。啊，如果是这种碎的，它好翻一些。啊，如果是这种缺黑的，这种就不大好翻了。翻过来了，翻过来我敢收你不要钱了。哎，要翻过来长大了以后，我赔双倍的钱。要翻不出去来了。那行，那你有你这个承诺就行。这样的是卖啥价？这样的？这样的1000瓦。好家伙，这个小煤球身价不菲。这个品相可以哈，这都是有两个小白手套。要是没有白手套都好看一些，有更好一点的吗？家里有多好的？家里双眼瞳的。双眼瞳的都卖啥价？双眼瞳的3000。双眼瞳的卖3000，带证吗？带证。带证卖3000。带证。那还可以。啊，你别长得跟这样呀，带个证卖3000，本身卖1000多的，你就弄个证都卖3000了。那不是那个事。像这个的话，最低多少钱？这个吧。啊。最低得2000块钱。这个太贵了哈，有白手套，你看。哎呦，啊，如果说拆迁的不叫拆外，这拆迁允许的。啊，允许一点，它不允许那么些。你这个太多了，你这个1000多块钱差不多了。这里多少钱能卖？1000几能卖？你这1000吧，再少了不行。1500差不多了吧？1500不能。这里1000吧。这里1000吧。有白的能少，这个不能少。那这个能少吧？这个你说他就提出有点黑，这个叫1000，最低1000多。你说差距也太大了，你说都是一个爹妈生的，你看这个就好看一点，这个就丑一点。天数太小，现在不能卖，再等等吧，要不然带回去再养养。你给他打2针疫苗再来卖，你现在打1针疫苗卖有点太着急了。你给我说白的吧，白的得多少钱？到时候有要的话，我就上你家去拿。800块钱能拿不？800还不能卖？你这900吧？900太高，你要800的话，我就到时候那个啥。行，我先看看吧。